身处敌后的135师，在10月9日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斩首行动。这一天，405团团长韦统泰带营以上干部在黄土互看地形。韦统泰，山东省曹县人，解放战争时期任第27旅72团副团长兼参谋长，热东独立团副团长，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24师72团团长，第4野战军45军135师405团团长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。刚到半山腰，就见对面山上全是敌人，韦统泰当即决定要打掉他。我们团呢，就抓着一个这个他军部的一个炊事员，他到老百姓那去抓抢小军去了。他担着小军过来以后呢，被我侦察兵给捉住了。捉住手板一问，他知道这师部军部已经过去了，到前面的村就486打那个军部。啊，这后边是哪是？这个兵还挺老实，他都一五一十的说了，说了首长是情况非常危急。韦统泰出生在书香门第。20岁的时候，他长途跋涉1000多里，从山东到延安投奔革命。毛泽东曾在韦统泰的本子上挥笔写了“光明”两个大字。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，韦统泰个人的东西几乎都丢光了，但是一直珍藏着毛主席的题词。他身经百战却没有挂过彩，这是很少见的。在衡宝战役上闯入敌阵的135师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威胁，韦统泰这个投笔从戎的书生在此时却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果断。韦统泰做出部署，全团不留预备队，一口气全放出去，无论倒下多少人，在拼刺刀前都不准停留。黄土埠战斗充分体现了韦统泰的性格、智慧和胆略。当时敌我力量对比为1:1，我军不占优势，只有趁敌不备突然发动攻击，才能打敌措手不及。在全团官兵的奋勇冲锋下，敌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一举全歼，第7军的军部也遭到毁灭打击，军长李本一逃脱。黄土埠战斗结束以后，韦统泰发现有一个营不经寝室，就回宿营地休息，于是把他们痛骂了一顿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打了胜仗还要挨骂是不可想象的，但是韦统泰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做任何事都力求尽善尽美。